找工厂。其实这我们知道，都是我们的愿心，地图的出来上妙正中心是假借的因缘才被显现出来的啊。所以说我们常讲说，这个礼记智障。那前面一段是破土人翻出外道，跟和合跟不和合的两种，这个妄理啊，以下是说明他的这个功大部分。好，我们依上面这个下面进去再说明。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道理来讲，我们就很清楚了，一般外道差别在。的心外求法，为什么心外求法？他认为外面境界就是从有无二法生的，一般来讲说就这样子。所谓有种种的这修行这境界上的执着，他们去执着它显现出来的这境界是真的，是这样。每个外道，每个外道它的理论都不一样，都是一样。分别我们四心的分别嫉妒写进来的。好，所长不念为相记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阿弥陀佛。
谢，请讲。